天过得好吗？ N Community Services Society cares for you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要教大家一些关于有氧运动，所以我们今天都会做两个动作，然后我们会数50下，所以50下叫50下，就是怎么样，100下。好了，现在挺直先，我们做踏步，右脚举起来，左手伸起来，准备一起做，来，1、2、3、4。其实有氧运动啊不重要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有氧运动可以帮助我们的身体的肺部，它有很多的空气进来，运动到我们的心肺功能，也就可以让你的生活或是你的状态变得比较好一些。好，加油，继续做。好，如果在家做的朋友记得要数出声音来，很好，来，加油。好，但是记得在做这些动作的时候，我们会先热身，所以动作不用太快。还有背请你打直，两只脚眼睛同宽，加油。好，好，来做最后10个，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。好，要换动作咯，一手拿起来往前推，1、2、3。好，记得脚是继续动的，很好，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。好，记得在家住的朋友一定要数出来，请你把背打直，很好。好，其实这个2分钟的系列啊，就是要让大家知道每个动作要怎么去做搭配，你也可以成为一个设计自己课程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小帮手，很好，加油。好，那心肺功能是什么？就是当你的运动持续大概90秒以上都没有间断，就可以训练到心肺功能。好，加油！最后10个，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。好，手打开来。好，来做深呼吸，吸气。好，来吐气。好，第二次吸气。好，来吐气。最后一次，来吸气，好，来吐气。哇，你真的很棒，给自己个掌声鼓励。Continue the habit of exercising to keep yourself healthy， 保持运动的习惯，维持身体的健康哦。Please share these exercise videos if they are helpful， 分享出去，一起帮助更多的人哦。